小小黑猩猩小庞和拍档的牛头犬詹姆斯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，充满刺激和意外的梦幻成长故事。天才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。为了将詹姆斯的照片寄到爱犬杂志去投稿，小庞带着詹姆斯到景色优美的公园拍照，拍照过程相当顺利。こちらをどうぞ。并且顺利的在照相馆拿到冲洗好的照片，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来看詹姆斯的照片拍得如何呢？片好了，小庞跟詹姆斯只要沿着原路经过公园和大桥就可以到家喽。急着要赶回家的小庞，怎么往公园里走了进去呢？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啊？小庞好像很想急着知道照片拍得好不好。詹姆斯的照片到底拍得好不好呢？结果这不是小庞的脸吗？好像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拍到的。接着这是什么啊？小庞，这是你的脚啦。接下来这张还以为顺利拍到詹姆斯了。这是小庞帮詹姆斯拍的第一张照片，原本应该是很值得纪念的。不过还是有些照片清楚地拍到了詹姆斯。接着是从漂流在湖面上的天鹅船里把詹姆斯救下来之后所拍的照片。相片上的詹姆斯拍得很漂亮呢。对于自己拍的照片，小庞似乎感到很满意。接下来是这张照片只拍到詹姆斯的半个头，不过小庞在这个地方帮詹姆斯拍了不少照片，结果好喂，这张照片拍得真棒。接着这张以詹姆斯为主的照片更是当中的杰作，小庞你真的好棒哦。另外在那时候拍到的照片呢？厉害厉害，拍得很不错嘛。小庞帮詹姆斯拍的照片大致上都还挺成功的哦。在看完照片之后，对了，要把照片放回袋子里。啊！糟糕，袋子破掉了！没办法，小庞只好把破掉的纸袋放进背包里。然后自己用手拿着照片，反正照片都已经拍好了，接下来就直接回家去喽。踩着轻快的步伐，小庞和詹姆斯往回家的方向走着，可是桥下悠闲美丽的风光给吸引住，不禁停下了脚步，而且他好像打算把眼前的美景给拍下来。没想到
这时候，最重要的照片掉下去了。小胖急忙跑到桥下去，打算要把掉了的照片给捡回来。不快点的话，照片会被水冲走哦。照片好像都被冲走了。其实数位相机里的档案只要没有被删除，就可以再把照片洗出来，可是小庞他并不知道。结果，小庞，你到底想干嘛呢？啊！竟然有张照片漂浮到了岸边。而且还是把詹姆斯拍得很清楚的那张照片。太好了，虽然照片湿了，总算是还保住了一张，这可是很珍贵的一张照片呢。小庞要去哪里啊？有火堆啊！啊，小庞居然把照片放在火上面烤，打算把湿掉的照片烘干。啊，小庞你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不留神，啊啊！烧到了！火总算是被熄灭了。可是这唯一一张珍贵照片却烧焦了。小庞用园长送给他最爱的数位相机，第一次挑战拍照。可是，结果剩下的只有这张照片，而且还烧焦了。小庞在无可奈何下，只好带着詹姆斯回到宫泽先生等候的家中。不久后，詹姆斯和小庞终于回到家了。啊，小心小心！从小庞的手上接过烧焦照片的宫泽先生，他当然知道，只要加洗就能有一张完整的照片。不过宫泽先生决定就直接用这张照片去投稿。到底两个人一起合作拍出来的这张照片能不能登在杂志上面呢？等一下你就知道喽。翻开这一期
奇的爱犬杂志，小羊拍的照片因为被火烧掉了一角，一眼就能够辨认出来。有了，就是这一张，灯的好大，很不错呢。小庞你真行，虽然是缺了一角，在油菜花田里的詹姆斯仍然显得很神气。只是杂志的编辑大概永远也猜不到为什么照片会烧到了呢。不过拍照投稿的小帮手任务大大成功，小庞詹姆斯辛苦你们了。